爹！啊，师傅，师傅。爹，我想把掌门之位让给师哥。论年龄，论人品，论武功，都非他莫属。爹，我愿意把掌门之位让给他。玉飞，你意下如何？师父，这个掌门之位我不能当。师哥，你……我不想说谎，我已经参加了抗日团体，不便再做掌门人了。三儿，要是把掌门之位传给你呢？师父，我没拿到金镖，按照师父刚才的约定，没资格当掌门人。再说，我想单打独挑，夺金镖定掌门，这是门里的规矩啊，哪能让来让去的呢？师哥，还是按规矩办吧。啊，好吧，请汤吉大师，你选个吉日传金镖，定掌门。明日最好。